上火了？嗯，咋的？行，我是新刷的锅。上火吧，上火就烙，我这边帮我捏捏烙。咋这么细呢？嗯，妈，那不我爸整的是这么整的吗？咋不是？嗯？啊？咋不是？我爸直接当那里了，搁那里呢。苞米面他爹大碴子。呀，这么些嘴呢？你不是让我做爹吗？你看我，我说一问问我爸，你老不要。哎。哎呀，我说。馅饼吧，酸了不行的啊，行了吧，擦我不黏糊，你擦黏糊了吧，擦黏糊，稍微搁点面茄子里。多少面子？锅啊，稀了，再煮一会儿。再加点呢？加点。再加点能熟了吗？加点苞米面呗。熟的时候，熟加多了能。加点苞米面，不行再加点白面里，它不就是合作了吗？有的是苞米面的，苞米面不就得了吗？冷了你得多烧点了，多烧点炕上热，很温暖。暖气都热，你包面糊，开始吃，搁这点行，搁这点啥呀？稍微点，再又再添点，来，添水呀？添水吃面。这小茶粥啊，真稀呀！灌肠粥，是吗？是，不知道。面不是咸的，咸的。等会我叫好叫好，行。这当作为人家黑天就喝这里。妈呀，就这么。妈呀，哈哈哈哈哈。挺好啊。出来怎么吃饱啊？哈哈哈哈哈。臭没臭？你买三样钱的买我大姐，我跟你讲。你菜这咱吃吗？哈哈哈哈哈。还有干米。咋的？喝点白糖，这边还凉了。喝白糖就是凉了。你们喝就喝点儿。为什么放白糖啊？凉了喝是吗？这凉多好喝呀！哎，这烧焦。刚加上不是干不拉吗？干不拉。嗯。吃火浪的。对。搞的。干火浪的，人家搞大扁子挑一筐一卖，啥都卖，这能在哪子呢？嗯呐，火狼，那什么火狼，不愣不愣那种是吧？嗯呐，火狼啊，火狼，火狼嘛。我送他那个火狼。嗯呐，那头，那头特大，知道吗？挺好肉。人家就属于买卖人了呗。嗯呐，我这是个大干饼，不动。吃吧，你挺能吃一会。要吃饭你来了。干活不行，吃饭不行。老说，老说。你像耍啥耍呀？吃着吃着就。嗯。怎么三顿饭呀？三顿饭四顿饭你也得吃饱。以前这时候都吃两顿饭是吧？嗯。没啥活了，别让我讲。